的 Showbiz Live 不只有好歌可听，现场更特别开放时间，让粉丝们可以和云晶聊聊天。赶快来听听粉丝们有什么话要对云晶说吧。这个云晶你自己选吧，对不对？我自己选，就是戴帽子的这位朋友好了。好，来来来，蓝色帽子的同学，来同学，来自洛杉矶的朋友是不是？同学来一起加入这边，这边坐一下嘛，可以点杯咖啡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来来来来，我帮你打气。来坐着坐着，放轻松放轻松，我们这边来真的是可以聊天的，好不好？同学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小孩。小孩。小孩，小孩，请问那个支持云晶多久？三年。三年，那最喜欢他什么？全部。哎呦，未来也可以写歌词哦。Repeat。那今天看到云晶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你第一次看他长头发吗？就是上次他的那个活动，你都有在去，是不是？有啊，台北都去。台北都有去。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他变长头发的时候，感觉是什么？有点不太习惯。刚开始不太习惯，是不是？不是很习惯哦。之前不一样。那当下有什么就是感觉吗？就是哈，怎么变这样？还是哇，还这样也不错啊。哇，好正啊！嘴巴很甜的，所以你到底坐在这边到底想问什么呢？对，好了，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云晶说，或者是什么问题想要当面问他？没有问题是吧？对啊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？真的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为什么？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很低潮，就是靠你的那个，就是你 po 了每一字一句在 FB 上面，就一直给我力量跟动力去前进。如果没有遇见你的话，就没有现在的我，真的。很感动。这个是很认真的话题。对，所以就是可能云晶做了每一件事情，或是 po 的哪一个字，都能够打动像从来自洛杉矶的朋友。不是啦，他只是戴了帽子，也不是代表他来自洛杉矶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这样，有开心吗？终于当面对他讲出这些。其实这句话我藏了三年了吧？藏了三年，所以你在我们节目今天才特地讲出来。藏了三年，我快哭了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感情，而且我觉得云晶有什么话要对他说？云晶抱一下嘛。来来来，哎呦哎呦，抱一下。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？云晶。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我在，因为他刚刚讲就是我不管我可能说什么话或是音乐有陪伴他，就是他们也都在陪伴我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是很互相的，然后也很谢谢你就是说出这些话，我很感动。好，小孩，谢谢。这样今天有达成心愿的感觉吗？有。那之后还是会继续支持张云晶吗？嗯，一定会吗？好，谢谢你，小孩，谢谢，坐，谢谢，谢谢，希望回洛杉矶可以玩得愉快。谁？这个，对啊，这位妹妹，这位妹妹，很眼熟，真的吗？从漫画里面看过很多次，漫画看过很多次，所以你要点头。好啊，好，来，妹妹来，请坐。请问怎么称呼？雅琪。好，那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或什么话想要当面问张云晶或跟他说？好，究竟是什么问题让张云晶吓傻，全场粉丝却又拍手叫好？广告回来立刻揭晓。